缺少了刘海燕的唠叨与管束，王志坚不但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轻松，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不自在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家的感觉，而家就是要有人疼，有人爱，有人管。海燕，我今天有些话说得太重了啊。你还知道，句句话都伤我的心。嫌我不打扮，嫌我叨叨，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吗？你说哪个女人不爱美啊？哪个女人不想过悠闲轻松的生活？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谈什么呀？咱们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？好。其实我知道啊，你给我立家规那都是为我好，但是我觉得你有点急躁了。而且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做的有点较真儿了。你以前不这样啊，你为什么最近变得我都……你还记得我那同事梅子吗？梅子，就是个头不高，白白胖胖，挺喜庆的那个。对。啊，就是他让你给我立的规矩啊。行，明天我就找他去。梅子就像掉了魂儿一样，整天叨叨着说要是平时能多体贴体贴她老公，也不会让她癌症到了晚期才被发现。哎呀，这人呐都是这样，在一起的时候吧不知道珍惜，但是分开了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想念对方。所以啊，我就不想以后有这些遗憾。你得听话啊！听话。回家。好，回家喽。王志坚体会到了妻子的一片苦心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所谓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只有真正心疼你的人，才会这样严格管束着你。王志坚现在很后悔，后悔他曾经说过那些伤害妻子的话。那么，他会有所行动吗？